啊，我们是东京走桥，我是鲍勃，但是没有韦恩。然后这位是，嗨，我是舒晨。舒晨是我的谁？你的表妹。我的表妹。那这位帅哥是谁？是表妹的男朋友。哎、欸，好，我们现在人在小金井公园，那我们等一下去逛一下东京江户建物馆。此行的目的呢是来这个江户东京建筑园啦。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筑园里面了。那这边的好处就是，就是平常日啊，或是周末的时候都没什么人，所以可以很悠闲的这边逛逛看看。江户东京建筑园复原的存在于东京都内的从江户时代前期至二战后的各种著名建筑物，同时进行生活民族资料展示，再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就是看起来比较豪华的家，这样来欢迎欢迎参观欢迎参观。比我们家还大哦，应该大不少。有钱大宅邸啊，我们已经看完，接下来我们要去比较像下町一般人居住的地方。2000万台币，然后叫你吃现在放在这边的港口，你愿意吃吗？吃。吃，好 ，OK。我现在到园区，包括我最喜欢的地方叫紫宝汤啊。紫宝汤建于1929年，是东京钱汤的代表建筑物。哎呦，难得穿衣服进来就是钱汤里面了。讨厌你，为什么进男汤？我没穿衣服。我们江户建筑园逛完了，接下来去下一个地方了，大概是中餐时候，大家去吃中餐吧。这边就有吉祥寺啊，等下去看我们要去吃的汤咖喱，人都不多，大概要等多久呢？20分钟。我们终于进来了，等下要点餐了。汤咖喱初体验哦。来，汤咖喱试喝，很多智障，赞。吃饱饭啦，满分10分，几分饱？几分饱？10分饱。十分饱，9分。9分饱，哎呦，那还有1分，等一下看能不能有什么东西补充一下。我们现在到井之头公园呐，虽然樱花都已经掉光光，但是呢，为什么大家还在赏樱呢？我也不知道。来看洗钱的一些过程吧。明天变成1000万的人。今天好逛完，现在逛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下一站往涉谷去跟一个朋友见面哦。Sidewalk Stand。我们现在来到涉谷了。请问你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秀。啊，请问你是？秀秀。你第一次在日本看演唱会吗？嗯，第一次。他第一次来日本看演唱会，结果是台湾人。那刚才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经验。之前小赖不是有一个成员叫汉谷，他要毕业。哦，难怪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人在拉牌子。对，所以这是应该是人会爆多这场。期待中吗？期待中。你最期待哪一个那个歌手？像台下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感觉这是人气乐团的。
奥运结束了，非常的精彩，感动万分哈，对不对？有，都要哭了，对啊，男儿泪都流下来哈，对不对？流了好几滴，对啊，哇，你看完真的是超级无敌开心，他们真的好努力，我刚进去跟他们握手会的时候，整个是就是少女心喷发的，真的是变少，真的是变少，大叔变少，那你们呢？超紧张的，我觉得有一种欧啦气场。好，那我就去下一个地方喽。今天一整天还没结束。演唱会嗨完之后，接下来要去哪里？要去六本木看夜景哦。就我们上转换台之后，我们赚到了什么奖？皮克斯，皮克邦啊，皮克邦。那不是巴斯光年吗？飞翔宇宙，浩瀚无垠。哎啊，跟我有点像啊，头发有点像啊，他没有头发啊，嘿，自嘲啊。有满意这次的那个吗？夜景吗？非常满意，适合情侣来这边哦。我们要回到平地啦，对，还是平地好喝，对。对，是吗？没错。对，好啦，离心依依啦，就是要跟表妹跟帅哥说再见啦，对不对？拜拜。拜拜，大家下次见喽，有缘再见喽。